找这个时机，把后生放回来，真牛啦！这块算盘，连我都拍不出来。你哦，真厉害啦！你，创啥？你敢放手哦？你要骂我不要紧，你讲到我脑都袂动呀！讲吧，回去嘞。我不会啦。点怎样？是甲我妈去放过？是恁妈唔对，先叫伊回去嘞。你若只是有代志哦，愈来愈乱尔，麻烦你啦，先放过。哎呀，别啦，别无头无水啦。来，派出，你哪要派个几人尔啦？明珠啊，这家经过这么多风波，啊，恁两房子无简单才搁做伙，即马添顶顿来，你搁要开始闹啊？妈，我的怀疑不是无道理的。啊，不过你是为着你家己，你要为志文争取会用的咧。啊，不过唔要安尼量啦，你爱什么时阵才学会晓甲人参详哈？尊公，你若让天顶今日休白夜，我绝对袂怪着你。你个这物件，拢带不起行李箱啊？是啊。哦，我来倒茶缸哈。嗯好啊，好啊。你在创啥啦？我把物件搬出来啊。你把我物件搬出来，你敢知影我今年偌久啊？我这是哦，你上重要的行李啊，带我走，这物件哦都免走。你若是不想要跟我斗相共，就准拄煞。你出去啊！你出去啊！你紧走啊！紧走啊！姐姐，有这件代志藏我心肝来足久啊！我今日一定要跟你讲。你别跟我讲啊！王英熙，我嫁给你，我嫁给你，我嫁给你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我要讲三遍。王英熙，我嫁给你真久啊！我唔来要做你的朋友，我唔来做你的男朋友。你无相信我？经过这段时间，咱大家相处，你感觉无了解我是什么款人？我从头到尾，只是把你当作是我的朋友，我根本拢无介意你，唔要自作多情啦。你讲无对啦，我不应该自作多情啊。海姐，昨天你困了，我不应该调查你，我先来。就算讲大小姐伊无介意我，啊，不过我是想要对伊好。不管怎，我是应该哦替个行李整理好才对。相信老伯仔，你不是已经走？我刚才我无走，我唔才真正知影你心内想法。其实你介意我对无？你介意我，为啥你唔肯承认？
为啥你要先骗我？你莫阁讲啊！我拜托你莫阁讲啊！好，我莫讲，莫讲，莫讲，你莫阁考好不？以后我绝对袂让你相信老法师。 你的创造，你哪会当安尼胡白来？你走，你走！已经死了，是我一时冲动。你就是讲，你是大青山，是护花使者心。我伫咧陪伊，是为感觉无聊，我才陪你送半只只酒。啊，不过即摆游戏结束啊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。 平静的过日子，所以我求你，莫再找我的麻烦，好不好？是的，跟我做伙，只会让你受伤，你绝对更加好的人，你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。 乖，莫生气哦，狗狗乖，狗狗，好了好了，乖，乖狗狗。餐厅呢？别做微信门前呢。 钱伫我的皮包内底，你敢袂当家己摕？哦，无问题。头家，敢有？有啦，只有1000块尔啦，我找钱给你。你的钱包。 这是赵丽的八百块啦。多谢。好，这是你爱食樱桃，送你。头家多谢你哦。等下，你哪会知影我该食樱桃啊？哦哦哦，足侪查甫囡仔拢爱食樱桃的啊，就是有啥物奇怪的啦。好啦，头家多谢你哦。你做人足实在的，无加提钱，搁送我樱桃，后盖我一定爱常常来。 莫定定来啦！我意思是讲吼，怀疑你想要食水果的时阵就来啦。多谢你。你不是甜甜？你是甜甜？你是谁？你走！ 安怎？真好耍哦！安尼有趣味，安尽快无？安尼有欢喜无？哈！好，我搁送我，紧找伊离开，来给阮家。是，准备带走。小姐，你放心，咱这栋大楼吼真安全。嗯，我是先来保全，哦，我尽忠职守，你放心，绝对无问题哈。你啥物时阵做阮家这栋大楼的保全啊？天顶宝贝。哎，罗小姐，跟你报告一下，四间拢顺家安全，窗门我嘛锁好。
那呢？你弄破的玻璃窗呢？哦，我弄插板个钉起，即摆哦，连只蚊也都飞袂来。啊，好在我人伫遮啊。唔好笑，我讲恁兜这只保全系统哦，够两公的，插到凊彩就收入来啊。你这个卖保全，干嘛当老罗来？保护我。陶小姐，你即摆讲的是真的也是假啊？哎，我保护你。 我敢有这种言行哦！我你是惊还是唔惊啊？啊！你看我欢喜到喙上拍起来。哎呀妈！我伫迄个房间门外边头徛胃病，好不好？香珠你困伫迄门口。啊无，我困起听。啊无，困浴缸。啊，困浴缸也袂用的哦。我是讲，我无希望你伫我受伤啊，所以我希望。 你伫我面床，啊，你讲，面床困做伙哦？啊，唔是啦，面床边打地铺啦。哦，你困面床，我困涂骹啦吼。啊，阵讲林刚啊，你也真正想通，想搁要交男朋友的时阵吼，才麻烦你啦。但我一票吼，第一个考虑我好不好？你这么卖力推销你自己，当然会用的啊。哦。 真正哦，你讲哦，我来，阿婆大哥哥吧。当归会啊，要大哥哥。幼稚的，啊，顶一届相公吃下下大哥哥啊。那是因为你幼稚，我就是配合你啊。哎，你竟然要做我的男朋友，那呢？你顶爱把第一个手指背起来。嗯。大小姐，永远。 Thank you.